吴国太子勇于抗秦，却死于秦国奸细剑下。这口气，魏国不能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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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国君上因太子之事忧虑过重，缠绵病榻。今日太子祭典。 诛君侯奔丧，君上亦有旨于吾。秦饶我在前，杀害吴国太子在后，今日的大魏，便是明日的六国。若不是国灭，必是人心所致，合纵抗秦，才是正道。今太子并天，着。 魏国魏无忌，赵国赵穆，韩国韩闯，愿三晋合一，共同抗秦。大人，带嬴政。 不是放开我！你别出动啊！不是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别出动啊！我一定要去救星云。不是，这个地方放开！星云姑娘，人呢？早就已经逃走了。星云姑娘，不是说薛琪质子吗？怎么会是星云姑娘？不行，我得救她。为何多了这个女人？哼，她是项少龙的死穴。 也是个奸细，呸！你才是奸细呢，说什么联合抗秦，还不是你们篡权夺位的借口？哎，都给我让开！啊！皮皮虾，我们走！啊！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成！ 人歪了，星君，公子，公子师傅，你们都在呢。怎么回事？快去看看。弄。仙灵君，你不是说要血祭质子吗？为什么还有一个女的？你在骗人！少爷，会不会质子也是假的？仙灵君骗人。 魏王为什么不亲自主持葬礼呢？是不是被仙灵君给害了？是啊，赵牧为无忌喊闯，他们要谋害魏王，他们要篡位。嗯，对，质子是假的，篡位是真的。假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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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项少龙，抓住他！给我上！ 假质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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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开，让开！
青云姑娘，看在盘儿的面子上呢，我不让你受苦，只要你乖乖的听话。望君识相。这是何意啊？吃屎吧你！来人，来，用刑。诺。住手！好硬的骨头！骨头硬又如何？项少龙一定会来救他。只要找到项少龙，就不愁找不到质子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愚蠢。三国朝堂之重臣，竟然比不上一个项少龙。此女牙尖嘴利，骨头硬，不如把她的舌头割了，丢出城去。项少龙一定会出现。舌头割了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一个女人不够，就再加一个女人。巨鹿侯是何意啊？再加一个赵倩。赵牧，你要胆敢动倩姐姐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如果你变成鬼了，那你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你和赵倩都是项少龙和质子的死穴。小潘，小潘，你能不能不晃了？晃得我头都晕。我就晃怎么了？你跟我凶什么凶？就凶你了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才有病！行了，别吵了，是我有病，是我把星云留在那儿的，我去救他。你给我站住！是我没劝住星云，就是死我也要带他回来。铁峰，好气吧！我是不是一点也管不住你们了？向少龙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要不是你会发生这一切吗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星云会不顾生命的留在那儿吗？师父，那我去问星云吧，我义父肯定会同意的。你就把我舍了吧，没什么不忍心的。把你舍了，这不是忍心不忍心的事儿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你干爹做得了韩丑，做得了魏无忌的主吗？恒也是死，树也是死，咱们大不了跟他们拼了。拼了，拼了，拼了，你就知道拼了。你干爹是不杀你，我们其他人呢？去了就是白白送死，那怎么办啊？我们在魏国，魏王下落不明，星云又被当人质，怎么看都是将死之局。对呀，我们现在是在魏国，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？公主，你若不想这些中仆出事，还是赶紧出来吧。公主，你别管我们！住手！本公主在这儿，你放了他们。陆无心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公主，侯爷请您赏脸。你放了他们，我就跟你走。公主，你不能去。不去也行。慢，我随你去见巨鹿侯就是了。公主，陆无心，陆无心，你出尔反尔。怪，只怪你嫁错了人。一
一个不留。哎，师傅，难道你是想和龙阳君？小屁孩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魏国的老大，大 boss。如果要找到魏王，说不定这件事情……俊子，藤毅，俊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说，不好了，俊子，来，过来，坐下说。不好了，俊子，怪我，公主，公主被龙无心抓走了，而且他还扬言说，今明两日之内，你和世子不出现的话，他会在皇宫门前杀了公主，还有星云姑娘。信陵君莫急，质子一定会露面的。我擅作主张让公主来府上做客，还请信陵君不要介意。大人，二位侯爷，公主已经请来了，属下已经把消息传了出去，两日之内若项少龙和质子不出现，那么大人和二位侯爷就会在皇宫门前处决倩公主。公主，请见谅。陷阱，你要想办法告诉他。是我不好，是我强迫少龙。倩姐姐，星云不怪你，这就是天意。其实只要你和向大哥过得幸福，星云就高兴了。对不起。大师啊，可曾打探到什么消息？哎呀，我用了一切办法才得到这个消息，星云和倩公主已经换了关押的地点，也不知道信陵君把他们藏到了何处啊。哎，质子呢？师傅，哎，先生啊，哎呀，这个莽货啊，一直嚷嚷着要去换表姐，是吧？一棍子给他闷晕，滚起来了。这，你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不行。我还要再去打探一下消息。俊子，这是个陷阱。他说的对，如果你以项少龙的身份去，便是羊入虎口；如果你以董匡的身份去，一旦你问起倩公主和星云的消息，也会打草惊蛇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。师父，如果你要去的话，我一定拼死相救。我有办法了。你怎么又这么看着我？哦，是不是我又有任务了？说的没错。嗯，刚才你是不是拿这个把质子打晕的？对啊，来给我看看。
怕什么呀？师傅又不会吃了你。嗯。徒弟啊，徒弟，这次任务艰巨，可能你得受点皮肉之苦了。过来，还等着吗？连你一块打！啊，跑！我让你跑！别打了，师傅！过来！别打了！你怎么总是这样啊？快跑！过来！孽障，别哭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啊！义父，盘儿知错了。你何错之有啊？盘儿不该贪玩，盘儿不该帮着向少龙那一伙人。你也知道啊？盘儿真的知错了，不该听信向少龙的蛊惑。向少龙这个狗贼，我呸！他一听星云和表姐被抓了，就立刻要杀我报仇。我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。什么？他说他要杀你？他还说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，给衣服点颜色看看。他敢？他真敢！盘儿死里逃生，义父，您一定要替盘儿做主啊！盘儿师侄，快快起来。方才听你所言，向少龙等人藏匿之所，你定然知道。知道。大人可派些兵将给我，我立刻把他们杀个干净。好，雪萍。大人。盘儿师侄，雪萍乃本君亲信，我让雪萍带些人马陪你同往。谢大人。等等，本君还有一事。前几日你与星云在我府上盗取了浮生，向少龙是否趁机盗取了本君的鲁公秘录？大人，浮生已被公主服下续命，至于鲁公秘录，从来没听向少龙提起过。这个项少龙他诡计多端，你就带这么几个人，我觉得不够吧。放心，我手下皆是精兵，公子盘你多虑了。那你们一般把重犯关在哪儿啊？抓到项少龙之后啊，一定得严加看管，普通牢房根本关不住他的。信陵君府内大小牢房仅300间，关押重犯的那也有近100间，且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任他项少龙插翅也难逃，你就放心好了。看来此番真要做些牺牲了。邹老先生，只能对不起你了。向少龙若是明日不来呢？放心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我是说万一。行刑之时，法场距离甚远，群臣百姓难以辨识。我们说他是质子，他便是质子。大人，董匡求见。请。是。董某见过大人和二位侯爷。万匹军马已准备妥当，大人您何时给我批令啊？哦，先生为何如此着急？我原本计划过几日再进宫。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和大汗合作？这价钱和批令都好商量。如果侯爷有意，待我与大人完成这笔交易，我们再议。
我似乎在哪里见过董先生，无意冒犯。董先生是否能摘下面具，让我等一睹真容？这，本君也颇为好奇。若先生肯坦诚相见，那今日便带先生入宫面圣。只缘昔年董某突遭变故，这张容颜已毁去了大半。若是摘下面具，怕是吓到二位侯爷和大人。无妨，我们都是经过风浪的人，董先生多虑了。董先生，你可是还有什么顾虑？难道三个人的面子都换不下你一个铁面吗？莫非董先生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董某不过是一介商贾，若是大人和二位侯爷真想看，那董某便从了三位的心意。少顽劣的后果让诸位扫兴了。是本君失礼了，先生若不介意，我们即刻前往王宫。还好早做了准备。王兄今日可还安好啊？君上这是？他喝多了。贼子小人，贼子小人来啦！小人，小人，今日臣弟前来是为了军费一事，若与公请需大批战马，还望王兄许下一纸批文，好助臣弟与董先生完成购置交易。混账！你想完成你的千秋之梦？做梦！皇兄，事到如今，我本不必与你好言相说。今日我敬你是王，明日我若杀了你，这大魏的一切不还都是我的吗？你说大魏是你的？你听听，他说大卫是他的，他说大卫是他的，一派胡言，大卫是我的，永远都是，寡人的。你我杀了这个贼子小人，我封你平天君与寡人共享大魏的江山。怎么样，君上？这看来王兄真的是喝多了，宁与他人分享江山都不愿听臣弟一言，
臣弟今日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大卫啊。为了大卫你杀了自己的亲侄子，为了大卫你囚禁寡人，好一个为了大卫，好一个魏无忌。哎，他说他是为了大卫，哎，听到了吗？他说他是为了大卫，好一个为了大卫。哦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就是因为你的优柔寡断，所以才落得今天这个下场。你若不想死的话，自然懂得怎么做。先生，让他一个人疯吧。董先生，心中可是在骂本君，以下犯上，意图谋逆。哎，董某可不敢，大人杀伐果断，大卫振兴有望啊。你不说，本君也知道。这骂名，本君是洗不掉了。先生，这金银与你，战马一定要选最壮的。大人，放心。我大卫不能亡，否则……大人，讲。公子潘带领属下抓捕唐毅、邹衍二人，可有质子下落？巨鹿侯他们正在审问，质子下落尚无，但是却得知了鲁公秘录的下落。先生，本君有要事要先走一步，劳请先生自行清点。至于战马何时赶往军营，先生可在三个月内自行定夺。大人难道就不怕董某带着这些金银跑掉吗？哼，先生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君上，君上，谁？是我，君上，我是项少龙，赵国护驾将军项少龙。项少龙？对对对，这里还有头发。啊？你想想。不像。不像不像。君上。项将军，项将军，项将军。你是不是来杀寡人的？君上。啊，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信陵君挟持了倩公主，只要你肯出面，就能扳倒他。我们快走。寡人就是出去了，又能做什么呢？君上，信陵君明天会当着群臣处死公主，只要你当着文武百官、广大百姓的面拆穿他，信陵君一定……寡人已经是一个疯癫的阶下囚，你说，说，谁能相信寡人说的话呢？啊，你，你，你会相信吗？还有你，你，君上，嗯，君上，难道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把魏国送给秦国练兵吗？看着江山社稷颠倒，看着百姓民不聊生吗？江山社稷，
江山，还是那个江山，却已经不是寡人的了，已经不是寡人的了，不是寡人的了。装疯卖傻的人我见多了，你要再这样装下去，就要在深宫里等死了。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没有骨气的大王。向少龙，你过来。君上，徒遭变节，我若不如此，只恐早已随我儿一起去了。理解。向将军，你真的想帮我？君上，不瞒你说，只有帮了你，才能救出公主。如此，我大魏的未来就全基于你一身了。之前我交给信陵君的那枚虎符是假的，这枚才是真的。我收缴龙阳君的虎符，就留了这么一手。你想办法救出龙阳君，让他吃虎符，调动城外的军队，由他出面制衡信陵君，这是大魏最后的机会。君上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寡人在这儿还要继续装疯卖傻，我要是出去只会打草惊蛇。替寡人转告龙阳君，寡人在这深宫之中不会有任何事情，让他放手而为。君上放心，我一定把话传到。邹先生明明是我抓的，凭什么关押审讯全都背着我？分明是在防着我。亏得我还这么尽心尽力的帮他们，他们倒好。还有你，是不是义父派你来监视我的？奴婢都听公子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他们现在被关在哪儿了？还说听我的？你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奴婢不想告诉公子，是不想让公子涉险。哎呀，有你在我涉什么险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不告诉我的话，就从我眼前消失。公子，他们在地牢。青云，表姐，小盘，你怎么来了？少龙呢？师父让我演了出苦肉计，专门来救你们。哎，青云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向大哥呢？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们在这儿，我不想让他来送死。倩姐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……我知道，你是担心少龙。我又何尝不是？小盘，星云说的对，不要告诉少龙我们在这儿。我不希望。表姐，你别说了。你不希望，星云也不希望，你们都不希望，是不是？你们谁问过我的感受呢？啊！我被向少龙打得头破血流，鼻青脸肿，在信陵君面前，我跟个傻子一样装疯卖傻、装傻充愣的，还不是为了救你们出来吗？昭盘，我明白你的心意。可是如果今天……被困的人是你，外面危机四伏，你会希望我来救你吗？我当然不希望，我巴不得你离得远远的。既然如此，我跟倩姐姐怎么会希望向大哥来冒险呢？星云，你能不能别傻了？
你的向大哥已经是我表姐的男人了。星云，难道你一生就为他一个人而活吗？他死了，你要跟着一块死吗？我告诉你，师父他只是个凡人，他再怎么斗也是斗不过义父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晚上子时我就来救你们，到时候如何？义父，你这个逆子，竟为一个女人诓骗为父。您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我计划已久的大业全都被你毁了。三晋合一，这是国家存亡的大事。我赵国崛起之日在即，你却为了一个女人，给我滚！请义父息怒，孩儿真的喜欢星云。逆子，你再说一遍！义父，孩儿爱慕星云，请求义父成全我。成全？养子如此，留你何用？正牌，义父，孩儿今生从来没有这样爱恋过一个人。孩儿只求义父放了星云和表姐他们。如既以他为心魔，便除掉这个心魔。义父手下留情。星云不是孩儿的心魔，而是孩儿今生唯一的所爱，孩儿的一切均为他而存在。如果你想杀他的话，就先杀了我吧。难道你忘了自己也姓赵吗？啊！侯爷，不要！侯爷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盘儿，你流血了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快带公子去敷药啊！娘，我不走，放开我，星云。你要不要听？星云，啊，吓死娘了！放开我。不再有任何的差池，且留他们一日，明日法场，侯爷您亲自行刑便是。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张女士，快跟我走。既然有事，何不现在就说？你们怎么都慢吞吞的？走，哎，走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君上还是信我的。君上既然如此待我，我岂能对他不忠？等一下，干什么去啊？救君上啊！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所以我才把你骗到这里来。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回趟宫见大王，再去搬救兵，你觉得来不来得及啊？向少龙，你把我带到这里，就是防止我回去。你如此诓骗于我，岂不是陷我于不忠？行了，我的姑奶奶，现在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你还是赶快去搬救兵吧，要不然到时候你可真见不着你大王了。君上，您且在宫中多待几日，待我平息了叛乱，就来救您。我说大姐啊，这跪也跪了，拜也拜了，咱能干点正事吗？那好，哎，那边
有几分姿色，早打得你鼻青脸肿。